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那个王子刚突然间停了下来，因为他正在稀稀疏疏的。他今天带了非常多的给西来，就是我刚刚前面说的，我们今天的，要做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对，哎，结果刚刚后来有人知道，哎，这个，他们说很早期的那个节目里面有介绍过那个很早期哦，就以前看的那种深夜的那种，是不是？哦，可是因为这个节目，这种广播节目也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没有影像嘛，但我们现在有直播啊，对不对？赞哦，直播好，礼拜五的一同 get lucky， 我们今天要聊聊神秘的灵摆占卜，让我们欢迎星星王子。大家好，祝大家好。那灵摆哈，灵摆那个，我们先来讲啦哈，就是大家就是喜欢，比如说占卜哈，或者去抽签啊，塔罗啦，算命啊，其实都是，就是说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些这个疑难杂症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寻求一些方式，好像希望能够出现一盏明灯，指引我们一条明路哦。那占卜就有很多，你看像王子非常厉害的塔罗，那你说像陶文老师，他有易经塔罗，他有自己的一套哦。那所以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这才是占卜。卦龟也是，求签，对，然后光是一个卜卦就是什么鸟卦、米卦，一大堆卦、数字卦都有。但是有一种很古老的一种占卜的方式，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叫做灵摆。对，我们今天是。哇，好美哦！你带来的东西好，这一集大家请一定要上来看。有空的话就再来看看。对，要上来看，因为当然你要是现在在工作没有办法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会有回看。因为这个就是灵摆，你要看到它那个它会动，对，好，你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就是说我昨天在听山宇跟我说你上次秀给他看的时候，的那个过程。我就说这不就碟仙吗？可以这么讲，碟仙前仙，小时候，对，你讲到重点了哈，就是其实灵摆最早，我们把历史往前推啊，它可以推到应该讲说灵摆的运用来自于一个东西，另外一个更妙的东西叫巡水叉，什么巡水叉。就是在荒野当中，我们会拿一个 Y 字形的树枝，好 ，Y 字形的树枝，因为树枝你爬下来可能是 Y 字形嘛，那因为 Y 字形之后呢，握着两边比较就是前端的上面的那种前端的地方，然后树干重要树干分叉上去，我们拿那两个分叉的地方嘛，然后呢那个巡水叉它走的时候，它如果碰到有水的地方就往下垂。叫巡水叉，那后来有人演变成一种金属的物棒，L 型的那个金属棒，那金属棒再拿平行走过去，如果地方对了，它就会变杵，就变交叉，或者是走到对，有些地方是走到什么水源的地方，它就砰变成平行，那是垂直向前，然后变平行。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做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变成水平？没有，它就是有金属的做法。那但是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说。古老的最早灵摆的运用，其实可以推到蛮早的。那他们发现能量扰动，尤其是在一些很困苦的环境，所以有些文献提到过是在北非的那个环境发展出来的吗？发现有一些图腾在史前的图腾上面，不要史前，就以前过去历史的图腾上面有看到类似灵摆的东西。那所以他们就说用这个灵摆来测定一些能量的扰动，比如说水，因为你水在一个荒，这是一个荒漠，只有水是能量会移动的地方，其他都是沙子在那边，你要去怎么去找水源？所以他们就有人做过实验，比如德国有，我记得有一天看报纸看到过，就是德国人做过实验，就是科学家用探索的那个卫星照地下的水源。然后你这样取水叉就找到了，然后但是那个探测器不一定看得到，但巡水叉找到了，就类似这种的。好，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它是金属的材质，也有木头的。巡水叉的话，对，但它怎么能够任意的改变它的？是很妙，但是后来从 Y 变成 T 嘛？我不是 Y 不能 T， 没有 Y， 它是往下垂，它是 Y 字形的东西，它往下垂。
就是它不是，因为就像你知道许愿谷吗？你知道许愿谷吗？那不是你自己动吗？不是，它就是不是。就跟以前我们那个小时候，我总是觉得那个钱是我同学在推的。没有哎、欸，真的，我小时候其实我是没有碰过。哎、欸，你有玩过吗？我没有，我很胆小。我不相信。我很胆小。你都没有碰过钱钱钱。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很胆小。你们有没有？我非常胆小。你也没有，林森宇你也没有。因为我听到很多那种。林贤哥也没有。大人说不行。奶奶说不行，大人都说不行、啊。对，因为听到说法说那个东西很不好，而且很不好，就而且一定要归位。他们就，他們我太太玩过，就说到最后回不去，吓得半死。他说就是那个钱不愿意归位。对啊，而且他们有些时候用到就是那个铜板是那个铜板，就是他们不会用别的铜板，就是那个铜板有用，其他铜板不一定有用。可是最不好的其实是碟仙。不建议玩碟仙。对对对，碟仙我没有碰过。最好不要碰，那前仙都还可以开玩。前仙我们真的是有玩过，然后我都一直觉得是我同学在推，可是我印象有一次有印象，就是他真的是飞快、欸、嗯，我没有看过啦，但是我就印象中是飞快，然后。我就因为都会觉得是同学推，可是那次飞快真的觉得不太像是人推可以推那么快，是夹西郎夹西郎。好，所以真的就是说，就像我刚的那个疑问，他怎么这是你人在动吗？就不是，就不是，就真的是他自己在改变，就有点像灵摆，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灵摆有很多方式，只要有一个锤重锤物，比如说。其实有些时候戒，我们以前记得我们小时候把戒指可以拿，就没有戒指，用戒指绑着，然后什么拿一根头发也好，或什么链子也好，然后在旁边这样画几下，然后呢在手心，然后算你 几岁的时候，有几岁的时候你可以结婚，有没有？有算过那个啊？然后你有人做这个、啊，我这边越讲越恐怖。不会不会，这点没有恐怖。以前小时候有一种什么，你半夜十二点对着镜子梳头发。有没有？还有削苹果、欸、不能削断皮。原来不是我在讲，就你半夜十二点的时候对着镜子梳头，梳你的头发长发，然后不知道梳几下之后，镜子里就会出现你未来老公的脸，好恐怖啊！那是鬼吧？那是鬼吧？真是。在没有，我们大白天讲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大家博君一笑，好不好？博君一笑，但我还是起了鸡皮疙瘩。对，没有没有。好，我们现在要讲正式的东西。比如说我来看的话，我就拿一条链子。嗯，那链子不是都有勾环吗？嗯，那一般来说我们会买到这种纺锤型的灵摆。哎、欸，你这个哦，我这很久了。我们先讲哦、今天那个今天王子带来的这些灵摆真的都非常的漂亮，对，所以它是不同的。哎、欸，对不起，我要把我的老花眼镜戴起来。不同的材质、啊，我要看清楚点。所以我就像我就会把这个链子这一端，把它这一端不是可以勾住吗？對對對，你把它拿来勾住灵摆的头，对，那这样也可以测。所以灵摆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锤物、锤吊物，它其实就是水晶、矿石。其实很多种都可以，我用木头也可以用，我也可以弄。但是水晶的能量会比较强，对，因为它集中嘛。好，那譬如说摩卡巴也可以，摩卡巴就是两个，就是摩卡巴是什么？摩卡巴是两个三，我三个四面体，应该讲摩卡巴是两组四面体，它是两个三角柱吧？对，它其实叫四面体，就是我们说的平面，如果二维就是一个三角形嘛，对对对，把二维变三维，就多加一个点出来之后，它就会变立体的三角形。哦，它又不是金字塔，所以这个是四面体。好，那四面体、那四面体有朝上跟朝下的，朝上代表阳，朝下代表阴，所以摩卡巴是 朝上跟朝下结合在一起之后，它是一种平衡的意思。来拍照，不是、我想让大家光，因为我怕那个我的那个、其实你的衣服就可以了、衣服就可以了，它就是一个 对，是粉金的，对，粉金摩卡巴，对，哇，摩卡巴镜头可以调整，对，摩卡巴是立体的那种大卫之星的意思。对对对对对对，很美。它是立体的，大卫之星是平面的嘛。好，那所以大卫那个立体就会变摩卡巴。好，你说你就会。所以我也可以这样选的，我也可以把它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刚刚用项链，好，因为项链是最简单的，我也可以用项链去穿过戒指。比如说我这样项链，对不对？我也可以穿过戒指之后这样悬吊，它也可以当做灵摆用。因为戒指是很纯正的金属嘛，那金属纯度很高嘛，所以只要纯度高的通常也都可以。然后比如我也可以把它变成，把摩卡巴就把它变成那个灵摆，好，我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穿过去，直接去勾它也可以，或者我直接从那边穿过去然后锤过它，它也可以变成灵摆。
所以其实这样可以变明白。其实你项链的坠子也可以、啊，都可以，都可以，项链也可以，本身也可以，我们它不用特别。所以那我们讲零摆的原理到底是什么？零摆的原理啊，它其实有。应该讲说他可以啊，没问题，没问题，都没有问题。我不太计较机会别人拿东西，有些人很在乎我，我觉得我还好。嗯，应该讲说本身地球磁场，本身地球磁场，那个再加上地球本身有自转的方向，那所以我们看哈，比如说我们讲为什么要顺时钟，顺时钟是因为我们以前在观测时间的时候，是在地上立一个标，立一个桩。你说是像日晷嘛？日晷嘛，哈。那看着太阳光旋转的方向，所以叫顺时钟嘛。对。那所以顺时钟方向对我们来这个环境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观看整个地球在旋转、甚至于绕着太阳在转的这个过程。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整个大环境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顺向的一个概念出来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本身地有地磁，地有地磁，那这个磁场也会有转变的不同的状况，比如说我们讲，我们把磁铁打断，不然打断了，那所以两端还是会产生南极跟北极，对 ，S 跟 N 嘛，对不对？那如果正常一个磁铁，那也是一边是南极，一边是北极嘛，对不对？然后转过来，你把它打断了哈，你两边还是一样嘛，然后就会相斥，对不对？对，所以这种东西在水晶里面也会这样啊，比如这是一个黑碧玺。那它是两尖双头尖的嘛，对，你可以摸出来它是双尖的嘛，对不对？对，好，双尖的，所以我们来测它的时候，我们用最，我们现在直接去测给你看，我们就直接放在这放。拿着，我拿着可以吗？拿着可以，拿着可以，没问题。它现在是因为 close， 我知道，我知道，拿着可以。那譬如说我测这一端，它你现在朋友们看到的那这个应该是左边那一端，好，我来这边测这一端。好，你放低一点点，我因为手肘撑在这个桌面上会比较稳定，所以这样就不会因为我在晃，然后造成它晃嘛，所以如果我稳定的情况下，它会不会动？那我们就可以去看它怎么动。好，你看有没有？它顺时钟在动了，对不对？真的耶。对，那你现在拿另外一个手把它转一个方向，我就不要动了。你说把它转方向？转另外一个方向，把另外一边转，另外一边的尖尖对着我，对这边。你看它会停下来。对耶。对，然后停下来之后，它就会逆转了。哦，真的是磁场哎。对啊，所以每一个宝石都一样。如果你今天把这个，好神奇哦！你把这个宝石，我让它放大一点，大家来看哦。因为我刚刚太急着要离开了，所以因为它其实可以晃动的很大。对。哇。所以即使是黑碧玺，它两端它现在就是逆时钟，对。好，所以我可以作证哦，不是王子自己在，对，我不可能在动啊，在动，对，他还用另外一只手把他的手去撑住，对，固定住哈，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如果把这个水晶，好，我们待会回来继续，先听广告。今天是星星王子在现场跟我们聊聊神秘的零摆占卜，刚刚要讲这个零摆的原理嘛，有磁场，有极性哦，是，但是就是哦，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刚刚在现场真的证明的事情，这些天然的矿石，对，像我们现场我看到刚刚我们用的黑碧玺，黑碧玺，然后那个还有包括你拿在手上的是法晶的白水晶，对，对，法晶水晶做成的零摆，那另外在现场还有四种零摆，白水晶、虎眼石、紫水晶，黑，还有一个黑曜石。我们刚测的情况之下，黑曜石它就比较没有两个极性。没有两个极性，因为黑曜石它是我们刚刚在节目空闲时间有讲到，就是黑曜石它是火山玻璃，它是火山熔岩凝结之后的玻璃，它就是因为火山喷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石头啊、沙粒啊会一起融化嘛，所以它就喷挤出来的时候，那个等于就是像玻璃状的，黑色的玻璃状的，就是黑曜石。所以黑曜石其实不是像一般的水晶，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可能几百年、几百万年，然后逐渐的凝那个晶体的凝结而成。好，不是那种的。哎，刚刚我们有好多朋友啊，他们都有经历过那个就是零摆占卜，是是是。那其中有一个是说，好像我刚刚前面有看到一个是说。妈妈以前就是拿那个链子挂着戒指，是就可以判断出生男生女。她说可以判断出生男生女，
然后这边有一个是说 Mina 说他有一位男同事用零百测全公司的女同事会生几个小孩，超准，这很诡异耶。好，你刚刚那个零百的原理啊，用磁性跟极性让我们证明了，哦，它会动，不是，它会动，不是，对，我现在可以知道它真的会动，是因为它有磁性跟极性，是，但它可以为什么可以拿来占卜？占卜就有很多意义啊，譬如说我的譬如顺时钟，我们就称为它是势嘛，那逆时钟是反的意思嘛。因为这个自大自然，我们看太阳的移动方向是顺时钟移动方向，代表这是顺着自然在前进的嘛。那如果我倒着自然前进，就是反过来的意思啊，就是不好嘛。所以是跟非是不同的。所以你可以问，就像寡不会一样，对对，因为他就是要问的非常的明确，对不对？对对。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例子，就是接下来就是用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两个是完全相反的符号。好，大家现在透过 YouTube 上可以看到有一个是万字，好，万字就是佛家的万字嘛，对对对。那另外一个是希特勒的符号，对，它其实就是这个字两个倒过来，就等于镜像。折射这样子的感觉，對對，好，我们把它折起来，你把它折起来，折吗？对，要怎么折起来？对折吗？这边你把它折起来就好，我们把它折起来，对折吗？但是对对对，我们就对折哈，然后就折到可能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哦，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然后呢，是不是我不看，你随便放，你看你要放左边放右边，你随便放，那我们这种你把它侧看它是哪一个字，好，这样子，我先不看，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哪一张，对，你也不知道，那你就放左右，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测，或者一个一个来，好，我就放左右，好 ，OK， 好，然后你要测，对，好，我们就测零百嘛，哈，那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它这个是正顺时钟还是逆时钟嘛，哈。好，所以那个听众朋友哦，我看不到画面，没关系，我来跟大家讲。哦呦，我的妈，它动得好快！我就把刚刚那两张这个白纸上印了一个万字跟一个希特勒符号的，我把它对折再对折之后，就看不见里面，之后我就给它随便乱放。对。然后呢，王子看不到，王子也不知道哪一张是哪一张，所以可是他现在透过零白在其中的一张上面。靠近我这边的是顺时钟的正白， 对不对？白的超大，大超级大哎、欸，怎么会这样？如果你这样讲哈，你看。如果哈，我先不管它。如果我今天要摆动哈，要摆一个那么大的动法哈，我要手要这样子动。对，你手一定要动。我手一定要晃嘛，对不对？没有，我以前都觉得它一定是先晃了，然后就停。对，但是没有，但我真的看它动不动。我们一定会先让它停下来。对，停。对，然后呢，放着不要动嘛，那我手就不会动啊。然后呢，然后让它开始晃动。开始晃，它自己会晃。其实我们也不用，我也没有去想什么。我已经学会很多事情，就是放空这件事情。就放空，你不要想事情。他又开始了。其实我跟你讲话，我也是放空。他又开始了。对，还有顺时钟嘛，而且越摆越大。对，好，那顺时钟代表着什么字？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嘛。好，另外一个哈。测另外一个。好，我们先测另外一个。换另外一个，对不对？好。好，另外一个，他现在暂时在，他现在还没有开始转。嗯。哦，开始了，他逆时钟了。好可怕！为什么文字也可以这样？他又没有你刚刚弄那些宝矿石，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字也有？这个就逆时钟了嘛，对不对？逆时钟非常明显。那我们就来看啊，这个是什么字？顺时钟是什么字？这是万字啊。万字哦，所以它是正。这是万字啊。它是正。万字就是你要怎么分辨万字？万字就是如果我们来看是 Z， 就是万字。哦、Z 就是万字，对吧？这是 Z 嘛 ，Z 倒过来这样就是万字嘛。那这个就是刚刚是希特勒符号啊，逆时钟，逆时钟转向就是希特勒符号。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他就是一个逆天行的人。对，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存在在我们的宇宙当中、时空当中，所以是跟非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真的没事。哎、欸，你知道之前你用错，所以你告诉你说、欸、你用，你要讲什么？你先讲。所以我讲说你 logo 很重要啊。我现在要是讲，就是说之前不是就是之前就是当然希特勒后来就被纳粹的符号对对，可是后来还是有一些这个欧洲人白人，他们有这种比较极端的，他们会自己在私底下什么三 K 党啊那种的，然后就会有一些年轻人会喜欢，然后把图腾刺在身上，对，把图腾刺在身上，或是穿上有这个希特勒符号的衣服，然后就有一些说法传说，就说这些人后来都有些就是。什么死于非命什么？其实应该讲这个符号本身代表的是很多人对于他的痛恨、邪恶的能量。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看到这个字，觉得看到这个符号就很非常厌恶。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就会形成一种共同的能量意识。哎、这个意识是存在的。哦、对，所以这个不是文字有，不是有是符号。对，
有那但是林柏还有一个方式，测定方式很有趣，是我们叫半圆测定法。嗯，譬如说我们把一个纸后面画个半圆，对不对？那我可以分两个，譬如说你，譬如说做一些决定，或两个或三个。这是刚刚就有人讲说，办公室可不可以测生几个小孩？嗯，好，譬如说，你不要测我，我不想。对，万一外面还回来了怎么办？对，万一测出来错，对啊，三个，糟糕，你如果测两个，那另外一个是谁？那我们测别的，测你是你有你要测你要中午想吃什么？中午想吃什么吗？我们可以做决定，不是说要检查是非，不是就做决定。好，比如说你有两个选项或三个选项嘛，中午想吃什么？好。我现在讲出来吗？你想没关系啊，你想吃什麼。我想要吃，我有一个选项是我想吃个 brunch， 因为刚刚前面早午餐嘛，对，早午餐的，早午餐嘛，对，你让 B 用 B 来代替，用 B 来代替。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你会想要吃另外一个什么别的？烧腊饭。嗯，不要不要，四神汤跟霸丸，四神汤跟霸丸哈，四神汤跟霸丸，中间画条线嘛哈，好，就是这样子嘛哈，好，对不对？好，四神汤跟霸丸嘛哈 ，OK， 我们来测，那你我帮你拿。我帮你拿，因为你要试试看，你可以，还是我帮你拿？你帮我拿好。我帮你拿，等我等一下再自己试。这个方式比较不一样，是因为这种方法呢，这个通通可以拿在手上没关系。我拿这张纸，对对对对对，拿着就好了，不一定在桌面上，因为我们镜头可以那个清楚一点。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林柏可以测正反嘛，正顺时钟跟逆时钟嘛，对不对？可是，在画半圆的情况下，它会出现方向。左右吗？像那个钟摆一样吗？对，它会变成方向。所以你看，我从中间这样放着之后呢，我移起来，然后呢，看看待会恒温要吃什么。你现在是放在中线上面哦，比较适合。待会吃什么比较适合？啊，四神汤啦。他叫我吃四神汤。哎呀，四神跟霸丸呐，你选的应该是不错的哦。我就想要哪一家呢？就隔壁啊。哦，隔壁巷子啊，真的耶。有没有四神汤跟霸丸是我昨天想吃但没有吃的，你就应该今天吃啊！四神 brunch， oh my god！ 你看，天哪，这也太好玩了吧！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就不是变圆，它是变方向性。变方向性有一个好处是吧？叫什么？做什么事？哎，你再帮我测一个。好，我要测我下一部剧要追什么，可以吗？可以啊。这么无聊的，你愿意帮我？愿意帮我测吗？下一部剧要追什么？不要拿这个哦，对，这个不好的。因为刚刚是那个，我们随便找一个纸的背面就可以了哈。你再画个半圆嘛，你就写嘛。你不用折，你就不用吗？哎，你要多测。我要多几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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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直不停的测。我想这种纸摆型的，它在找寻东西上很有用。有这种东西常找不到，对不对？常找不到，那它就有方向啊。那你越接近那个方向，就越找得到。好，比如说我跟你讲，刚刚的这种做法，我们叫做适合选择困难症，对不对？对。就如果你有什么选择困难，不知道该怎么选的时候，对，它就可以帮你做选择。像你有两个剧要追，对，或三个剧要追。好，我现在呢，一个是我的好朋友推荐我的一部，但他觉得那部很好看，可是我觉得很诡异。男朋友，有人看过男朋友吗？哦，男朋友，好像是宋慧乔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最近我蛮想看的，是那个叫《造后者》，因为他是讲选举。哦，我们看完了，你看完了，只差一集。好，造后者，你不要告诉我，因为我想好造后者，那所以我就一个是男朋友，一个是造后者，对，好，造后了，后皇后的后，男朋友哈，造后者，好，来，好。OK， 我要追哪一部？先追哪一部？以后跟着林柏来追剧。对，好，先追哪一部？好，我要拿着，对不对？你要自己试试看吗？你也可以试试看的，或你选另外任何一个你想要的都可以。哦，好，我要紫水晶，好，你可以，那这个专门是测试用的，所以还可以。那我要拿，我还是要自己拿着吗？我帮你拿着啊，没关系啊。啊，等一下哦。好，你放在中间看看，你会不会左右摆？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林柏哦，好兴奋哦。等一下，你把那个手肘靠在，靠对对对，这样比较稳，是不是？这样比较稳，因为我们要这样子才测一个安全。如果有两个以上的选择也可以吗？对，可以哦。那个，哎呦，有点小小的移动。在男朋友，对不对？没有啊，我的为什么不动？哦，好吧。就这两步都不要追的意思吗？对呀、啊，你看我没有什么动哎、欸。有，也可能你是那种不会使林柏移动的人。真的假的？有些人怎么动都没办法。等下我们再一次哈，再一次，试试看。好，你现在最预备要追哪一部剧最适合，对不对？男朋友跟造后者。
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就你知道要憋住呼吸不敢讲话，因为我觉得我一讲话我的手就会动。欸，真的没有欸。嗯，你比较没有。天哪，就要练习啦，你还有机会练习。那我来好了，来。是啊，我是一个没有灵性的人吗？是这样吗？不是，不是这个意思。灵摆跟灵性与否无关。真的吗？其实灵摆需要练习。都不要看，都不要看。不是啊，当然不是。我来看，我来帮你看。哎，为什么你的就有男朋友？哎，没有啊，因为我刚看到你有男朋友。切微的洞从我这边看过去。对，你刚跟我说男朋友，可是我看不太出来。对，男朋友。男朋友，嗯，好洞。哎，欸，你的为什么洞这么大？太诡异了。嗯。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灵摆占卜啊。嗯。还是要像大师级的王子才行。我们比较快啦，因为我们练习的很好。怎么练习，就是？你要想什么吗？其实水晶的灵摆练习，你要主要是跟还是跟你跟水晶的接触有关系啦。嗯。比如你常常在家生活当中，你常常接触啊，那这个水晶的灵那个能量的共用，你可以比较能够共振嘛。哇，嗯，所以哇，还是有帮助啦，這個。你还有别的要问哦，喔？没有啦，我没有。刚刚有人说，如果他有好几个，同样是画半圆，然后让他在不同的区域吗？他甚至可以在不同的月份。嗯，你可以比如说我半年嘛，我画六格，未来的半年哪一个月去旅行？哇，那么细都可以吗？哦，可以啊。对啊，那因为它的方向其实蛮清楚的。欸，但是你不要画24格就太密了嘛。继续，你可以的嘛，就旅行，对不对？旅行时间没有。欸，今年暑假还没决定要去哪里玩，你可以选择好几个地方啊。好，那我先来一个。对，你可以，你先慢慢写嘛，我再讲。对，继续讲。所以灵摆的设定很多时候，比如我们刚刚找东西以外，还有一个是在做选择，比如说这对天秤座这种选择困难症就非常有帮助。嗯。对，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你现在想你几个选项出来，嗯啊，然后你再画几个线出来。好，然后，啊，我想你知道我那个前阵子就是我不是去日本嘛，去大阪嘛，然后可是我看到春假好多人去泰国。泰国不错哦，对，然后看起来好像很好玩，嗯，所以我也有点想去泰国。好啊，但是我老公又说要不要去日本，去北海道？再去日本，我们没有去北海道，没去过北海道。夏天的北海道，嗯嗯，所以日本好像也可以，对不对？嗯，好，那日本对，好，然后呢？但是我们家小姐想去韩国，韩国追星。OK， 好，那我这样子三个选项，好，那我就把它画这样吗？不用不用，其实你可以画一下。好，大概画一下。对，大概画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格子大小不计。做了一个一半的披萨，对对，半披萨，一半的披萨切成三片，一定要半圆，因为半圆就好了，因为圆形它怎么画就是相对的位置嘛，所以不用画成圆形，半圆就可以了。好，我必须讲，这个是我新拿到的。你所有看到的都是新拿到的哦，这个是我跟了很久的，所以你跟他特别，我随时那所以哪一个我都可以，我没有差别。有人说啊，你要不养？没有啊，对我来说塔罗牌也不用养。刚刚有人在讲说他们想买灵摆很久，可是一直不知道怎么买。所以灵摆其实不贵，这个东西两三百块而已，啊。所以这个叫拉长的，因为有人说拉长石，我不知道什么。拉长石是另外一个，比如说月光石也是拉长石的一种。哦，像我们今年手珠上的设计就有一个月光石，那月光石就是拉长石的意思，也是拉长石的概念。月光石是白色的吗？对对对。哦，拉长石因为是里面有，它这个就是月光石。对对，月光石很重要，很好看。拉长石也可以，任何宝石都可以，它只要结晶的宝石都可以。好，除了我们刚刚讲黑曜石之外，好，一样啊哈。好，来，我们一样从那个中间的点开始哦。好。哇。很势均力敌的感觉哈，对，我觉得他很犹豫， 我都很难开始让他摆动，而且我这样画会不会是不是那个区域不好？不会不会，没差，真的吗？这样是可以的，绝对可以的。哇，这次真的，这次连那个王子帮我操刀都。Oh.韩国哦，可是刚刚在拉锯的过程当中，日本你有感觉吗？有感觉到日本开始动，刚，开始泰国动了一下，对，我有看到。可是那是你，所以你的力量不够大到日本跟韩国，后来发现最后是韩国。所以我们家还是青少女决定一切吗？对，因为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刚开始震动的时候那种感觉。我老公最不想去的就韩国哎，可是因为刚刚也在日跟韩中间蹦了一下，嗯，日本有一点，但是，欸，日本有點，但是后来又跑到韩国去了。对啊，他一直在韩国。我等一下广告时间，我要自己试试看。好啊。
所以可是我拿哪一个没差，对不对？没差、啊、因为那些都没有跟过我嘛、嗯、没有，对啊对啊，没差别啊，你不要拿我的走就好了。哎、欸、好、嗯、等一下回来齁，我们就好好的聊零百一般可以拿来测什么。是，我们刚刚就说做选择嘛，但是也有什么找东西，是还有哪些，然后另外有些运用的部分、嗯、我还在努力的测这个零百，这个零百是到底我们要去哪里。可是我刚你刚刚个人意志的泰国非常明显，对呀、啊、你看他一直在往泰国，对，可是我现在看起来像韩国啊，没有，然后他就会停了，你不要否认他，他就停了，他停下来，对，所以代表你们回去讨论之后，泰国会这个选项会被否决掉，你回去试试看嘛，现在不知道啊，因为其实我已经被否决了，我已经就是没有什么人想去泰国，但明明泰国就、哦、我老公说 OK 啊，但是还不晓得，嗯，但我觉得很好笑，就是、啊、就是刚确实他一开始的时候会往泰国去，可是他后来就会停住，停住，然后停住之后，因为我没有给够久的时间，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了最后，但是我的手上的感觉，对，就是你会有感觉，就是他在挣扎，对。你感觉到对不对？他、oh, OK OK， 没有，那就对了，我感觉到那个零百一直抖、嗯。对，因为他也不知道，他接触到各方很大的很多的影响力，那个决定怎么去拿的人可以控制，不能控制。但我说的动，就是说你要是不小心动到他，当然会动啊。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放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所以放空就是说你是要边帮别人解决问题嘛、嗯。那如果你自己心思很混乱，他也会被干扰啦。会被干扰没有错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可以应用在哪些地方、嗯、好，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刚刚讲了做一些选择嘛，好、嗯、就这个是单方向选那个最好用了哈。还有几个情况是比如说我们在测定环境能量哦啊啊啊，比如说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你就是你要你假设我们现在一个房间里面哈，就是你的床位你要放哪里？哦，那你决定放哪里，你就可以用零百来测它的大小，或者是适合不适合，这是一个嘛？不是，可是我不知道它，比如说我不知道它的它最后的摆动代表什么、啊？那最好就是这顺转，就是代表是的意思。哦，了解。顺时钟转代表是的意思。对，那逆时钟代表就跟我们刚看到万字跟希特勒符号的那种，对对对，概念是一样。好，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假设很简单，你要去租一房子。啊，租屋，那你看的感觉怪怪的，然后你就会，你可以在那个房间正中央去测整个环境对你来说的好还是不好。哦，因为它有 yes 跟 oh no 的意思嘛，好还是不好？那我这样问哦，嗯、假设比如说我们两个一起去看房子，是你测的跟我测会不一样吗？通常有可能是对谁的问题？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那可是我们现在是想是对一个家族，比如你现在出国去玩，是对一个家族啊，嗯、就是对一个家庭的来看的话，那对这个家里，所以在询问的时候，你的概念是全家的概念，不是你的概念啊。我懂了啦、嗯，泰国我就是要跟姐妹去了，啊，不适合跟家庭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哦，要抛夫弃子的行程，对对对对，让他们去泰国就是一直按摩，一直按摩，一直按摩，从第一天按摩到最后一天，哦、怎么会适合老公跟小孩呢？完全不适合、啊，真的。对，哎，好，所以刚刚我知道了。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个能量，对对，那假设说，那奇怪，那你知道有很多那种什么空屋台。鬼屋探险啊，就是或者是、啊、对对对，要看这个房子，这种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到这个环境去，然后它如果是阴暗的，对，阴比较阴的，它就会逆时钟转，而且会转很快吗？对对对，好刺激哦！你有什么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吗？你有过的经验？不太能讲，因为都是很私人的，又没有人知道你讲谁，不行，你这人就是不能当名嘴，跟我一样，没办法，因为好，然后另外一个还有身体，他就直接略过我哎、欸，当然了，不理我哎、欸。还有一个是身体的能量，好了，你正直，身体的能量，哦、比如说头部、脖子，因为我们讲七个脉轮嘛哈、哦嗯，身体的各部位的器官的能量，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测定。嗯，比如说啊，你肝好不好，放在肝脏这边，嗯，好、啊、去看它的能量状况，也可以用身体排列。你测一下我的头，快点。好烦，你确定吗？对，你测一下我的头。测头。对，看你心思是不是正常的？没有，因为我这两天没有睡好，我好累。嗯，我在想说会不会能量就比较低一点点，但我今天的表现还是蛮正常的啊，所以也没有什么能量比较低。他现在动了，请问他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好烦哦、喔！好了，可以了，停。好，所以就是我现在你什么地方是好的？什么叫什么地方是好的？查这个查好不好？啊，你拿那个坚果来。干嘛？你为什么要测坚果啊？你说测这个坚果好不好吗？
对你来说好不好？一定是好的。哦，你说这个坚果我吃的话，对我来说好不好？对对对对对，当然这个一定是好的啦。但是这样测其实很无聊，但是可以还是可以测啊。嗯，你就说它是一个好不好的能量，是不是？哦，有啦，顺时钟啊。哎、嗯，你的灵摆都好快就出现。对呀、啊。嗯，你的灵摆真的都好快就出现了。就是连感应的问题啦，要练啦。就是花个时间练一下，刚、开始都不会太快，也不会太大，就一点点一点点，然后但是你练久了就会好了。好，所以可以测身体健康啊，测部位啊，测环境啊、然后呢，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奇怪的环境，什么鬼屋啊，什么都可以测啊。那它的运用除了测之外，能调整吗？可以，还有一个，对，我们刚刚讲测水源。过去也会拿来测水源，你是说找水源在哪？对对对、okay. 可是这个事情在现在都会就不容易，因为现在都会的管线太复杂。嗯，管线复杂的情况下，讲难听点，就是那个厕所的排管就好多种，有水的排、污水的，还有什么的都有。那它都对来说都是能量的扰动嘛。那所以这个策略在都市里头就没有。可是你在荒山野岭的时候，你要找哪里可以挖到，是不是可能会挖到水啊什么的？尤其像沙漠啊或者干燥的环境，它就可以测，比较容易测。对。那但是我们譬如我们在寻找东西的时候是比较他可能会先给你一个方向，到那个方向之后再来去找，会比较看得更清楚。欸、可是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好，比如说二择一，就像我们常常，就像我以前如果跟工作相关的那些困扰，要不要换工作啦，要不要接受这个新的挑战啦，这些我就会去刑天宫，我很喜欢去刑天宫，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刑天宫拜的是这个主要是关圣帝君，然后他是照顾八大行业的，是我们算八大行业，我们新闻业算八大行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新闻业算八大行业哦、喔。以前三立，你有经过三立电视台吗？三立电视台一进去一楼、上电梯之前，就有一尊是我们以前是那个张文华先生董事长，以前是总经理，他去请回来坐镇在三立的。我们以前那个每天去上班，第一件事还没到办公室就先拜拜，然后再上去就要拜一下。所以关圣帝君，我们新闻业算八大行业，不知道为什么。好，我要讲就是。把杯，把杯或者是抽签这种东西，对，就不需要用，就是人为的影响，或是控制会比较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懂。可是灵摆，我们是不是就要看？所以我还讲施作的人啊，对，这还是有影响。对啊，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好难解释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我们要练空，练放空？所以你看，因为有人就在讲嘛，比如说他们就讲说，王子灵摆跟王子很久了，灵摆是要跟主人没有啊。我刚讲过，这些是我刚拿到的，我昨天晚上才去厂商那边拿到的，我全新的，我用都没用过，刚只有资源已经用过，对我来说我还是可以测啊。你继续要测我们家适合去哪里旅游？好，对啊，你看啊，对啊，我还是可以测啊，因为对我来说都一样。好，那我继续讲哈、我们刚刚在讲说韩国啊，你看，真的还是韩国哎、欸，对啊。但这要说服我老公，我老公最不想去的就是韩国，所以没有养不养的问题，是养我们自己。我们先养到跟他能够产生连结，是养我们，不是养水晶本身。哇，所以为什么市场常会，我们都知道带，因为带其实是让你的身体跟水晶能量能够融合在一起。好歹我也带了第三年了，是啊，没错啊，对对，慢慢的你还是可以的。你只是刚开始还不熟悉而已。好，我们刚刚讲怎么调整，运用灵摆来调整、啊。对对对，调整能量嘛。然后还有就是，现在书，譬如说农药，连农药都可以测，就你菜买回来它是不是农药？因为如果是有农药，它一定是倒转的、逆转的。这我们以前也测过。那你洗干净了，洗到多干净，你是不是吃好的了？你洗 OK 就是顺的。所以这个在日本很常用，事实上灵摆在日本很流行。真的假的？比欧美还流行，就测农药哦。对，你说的是一般消费者测，还是说一般消费者在家里自己测？太有趣了！你不可以让市场去买一个，拿个灵摆去测半天哦，这个猪有问题，我不要买，不可以这样子啦，这样还是不好的。就买回来之后啦，对，还是不好的。买回来之后测，对不对？对，买回来之后测，它如果是顺时钟就没有。逆时钟是好的嘛？对，逆时钟代表可能有一些不好的，我们要清理它嘛。你就要洗久一点。对对对。这也是一种啊，日本就很常用。那事实上，灵摆最早也开始运用出来，是从吉普赛人。
嗯，基本上会用水晶的能量嘛，对不对？可那我们以前就想哦，看水晶球就看出什么东西，其实不是，水晶球只是增加它的敏感度而已。所以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水晶球里面会出现一些幻象，那都是是假的，那都是假的，不是那样的东西，那、哦、是通灵才会看到的东西。但是水晶可以帮助我们在很多人认知上面产生更正面的连结。我常讲，我们的身体的高龄是在我们的身体头顶上嘛，我们本来就是个高龄，被顶轮在这个地方嘛，在上正上方，不在我们身体里面，在正上方。那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是要把我们的眉心轮跟顶轮之间做连结，因为我们顶轮的这个灵是看清楚所有事情的人的灵嘛。那只是我们不在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知道碰到什么事嘛。但他们都知道，所以有时候他只是在帮你做下一个决定，那只是你不知道。那所以如果我们训练好这个连结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怎么去做决定。嗯，好，我跟你讲，问题超多的，是我们挑一些问题来回答，好不 好？如果放鸡排在那边测，是不是也会逆时针？因为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不一定啊，因为你的如果你现在是非常需要它的话，对啊，有些人是需要蛋白质，那很需要嘛，有些人需要糖分，那我觉得是不同的，所以是依着你的需要，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对，那可以测公司的能量吗？可以，但是我们没办法，公司的能量就比较倾向于是测整个大环境的能量，比如办公桌啊，啊，比如。假设你们都知道，你要大家都认知，比如那有一个同事是很糟糕的同事，那你去他不在的时候，你去测他那边一定是负能量嘛？哦，因为他在产生对大环境不好的能量。可是我们不会测国运。为什么？因为或者测国整体经济，有人就要问，我知道，我刚看到测明年经济会好一点吗？我们不会这么测，是因为这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平常生活中要去面对的小东西啦，不会去这样问。那因为大环境要问这种东西，可能你总不能叫这个国总统会来问嘛，或者全世界的什么经济领袖来问这些事情嘛，不太可能啦。那一般来说，可能我们要问到的是个人经济状态，是可以这样问的。好，或者买股票，你知道？好，刚有人说他拿那个香水晶的戒指也可以零百，好神奇哦。对，应该是可以，因为他只要重物，他就可以了。而且戒指也可以啊，是。刚前面一开始就讲戒指，项链都可以，对，都可以，都可以。好，今天很有趣哦，跟大家聊这个神秘的零百占卜哦，就是证明给大家看，这些矿石真的都有磁性、极性，零百也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可怕，它其实就是运用这样的一个能量。它不需要复位。就是你看前肩跟碟仙要复位，要归位这样子。大家不要玩哦，小孩子很奇怪，小孩子真的都不怕死。我后来想到都怕得要命哦，那为什么小的时候不会怕呢？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很有趣，对不对？希望大家喜欢，也非常感谢新王子来跟我们聊天。祝福大家，祝福大家周末愉快。